弟兄姐妹，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感谢主，又可以继续的在安息学学习主的话语。我们一定会记得这个季度这个主题是教育，而今天来到了第八课了啊。这题目是教育与救赎，教育与救赎。那么所有的经文呢，大家可以在学课里面可以看到了。那我今天的存心经我们先读一读好不好？这里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个大家都熟了，对不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最后一遍，上帝爱世人，所以很好记。好的，我们在学习一起交流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圣经留给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教训督责。当人走差打错的时候，我们需要你使我们悔改归正，也更加在我们有生之日要不断的学义，学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我们更加感谢你，非但把圣经留给我们，而且你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把你的话，把你的道活出来。感谢主，求主说我们能够借着圣经，借主耶稣基督所留下的脚踪，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能够多亲近主，多效法主，多能够更多的明白主的旨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现在恳求你圣灵能够光照感动我们，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有你的帮助，使我们坐在主的脚前永远成为主的好的学生。答应我们的祷告赐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以及普天下的儿女，以及在这个忧患痛苦世界上的人，主你知道他们的需要，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功劳，阿们。我最初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个想法，教育和救赎有关吗？哎，大家思考一下，有关吗？啊，这个，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教师节，我不晓得在西方有没有。那么有一度呢，因为有些人微信写了很多给我，哎呀，我才意识到是教师节，那么我就接着我就发了一些我过去同学当中我知道做教授做教师的很多，我就发给了他们，我说啊，祝福你们啊！我说我不是教师，但有个同学就说你也是教师啊，啊，你是心灵的教师，我不敢当。那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我们上次讲过是怎么样最伟大的教师啊。这个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教育和救赎。好了，大家有学课的看这个六十二面啊，六十二面。就讲到什么呢？跑上来就是蛮难的一个题目，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尽管我们都会背啊，都会知道创世纪第一章啊26、27节，就说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而且他最后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个圣经我们都很熟，但怎么理解呢？大家知道历代很多神学家都在讨论啊，都在研究甚至辩论什么叫按照上帝的形象。我想在我们教会里面甚至在我们的这个思考当中也会考虑这个问题，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啊？按照他的样式怎么讲，对不对？这个形象在英文是用个 image 啊，样式用个 likeness， 那么
我也特意再查了一下这个英文的字典啊，希望能够领会的更多一点。这个 image 呢，从物理学上讲，可以说它是虚像，也可以实像。啊，从心理学讲呢，它是一个意象或者心象。那么至于其他的意思呢，更加可以说作为典型也可以，作为形象也可以，啊，这些都是一个问题。那么 likeness 呢，这个样式呢，就是类似或者相像。因为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话或者这个题目很容易讲，很难很难，因为不过直到今天我也只能够从圣经里面啊，能够提出一点个人的想法，那么根据圣经啊，不过总之有一个，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用物质的概念或者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形式去思想上帝，否则你很多很难上帝形象。那有人就问，我们人有男有女，上帝像男像女呢，对不对啊？我们人啊，现在姚明是比较高一点，或者有人更高一点，有人矮一点，上帝到底多高多矮呢？我想我们最好不要用这样，如果用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会走入到一个蛮麻烦的一个境地。我相信从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好吧，那么以及这个第5章1-3节，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五章好不好。创世纪，因为第一章我们都很熟了，对吧，都会背了。第五章呢，就讲到亚当的孩子了。第5章1-3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时日，上帝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下面第3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赛特，因为这不好的该隐杀了比他有益的亚伯以后，上帝让亚当在130岁又生了一个叫赛特。赛特就是一个补偿者的意思啊，这个上帝补偿了他。不管怎么样，这里说这个孩子呢，生了一个儿子，形状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相似，相似。那么我们这个要防范的，刚我提了，不要完全用我们物质的概念或者人间的自行套在上面，好吧。那么上帝的形象呢，我个人从圣经里面体会，第一，上帝是怎么样，是一个不死的，上帝是一个自由拥有的。但是上帝造我们最初的时候，把永生安置在我们里面，人也有永生的，这个是跟上帝相似，这是在没有犯罪之前。第二呢，就是说我个人体会呢，有权柄，有权柄，上帝是宇宙的主宰。但是当人造好以后，上帝就把什么整个管理地球的这个权柄都给了人类的始祖，不论是空中的鸟、陆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所有一切的生物都是人来管理的，对不对？这个也是跟上帝相似的，品德，这个更重要，对不对？品德上相似。我们一般有的时候看见弟兄姐妹啊，或到人家啊，恭喜你生了个孩子，恭喜你生了一个女儿啊，或者像爸爸或者像妈妈，对不对？我以前做过一首小的诗，我就说人都会说你像爸爸或者像妈妈，或者两个都像，但是
人按照上帝形象造，最要紧的是什么？在品德上像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信实的。人最初受造的时候，应当是在这方面是像上帝的，没有罪进入。还有呢，在智慧上，智慧上，上帝当然，所有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上帝，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人类最初呢，当然你从现在来看，我到21世纪，我到现在，我真的感觉到，只能说上帝是按照他自己形象造我们人。我们今天人的智慧、聪明、知识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地步，甚至我有的时候差不多到顶了。不过人应当要怎么很好的运用他的智慧、知识和聪明来怎么样荣耀上帝，来为人类谋幸福，使自己增长，这才重要。否则的话，这是非常危险。但你看，在没有犯罪之前，亚当是很有智慧的，所有的生物到他面前，他都能够给他取了名字等等，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方面，任何动物、其他的生物，不要说低阶的生物啊，哪怕是所谓最高阶的生物，现在说猿猴也好，这个海豚也好等等，都不能跟人相比，对不对？不能跟人相比的，就人最初在这方面是向上的。所以我个人感觉到，这个不论在生命永生，不论在权柄，不论在品德，不论在智慧，都是怎么样，都是跟上帝相似的，我们分享上帝所有的一切。那么再看一下以弗所书，这里面就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22节，脱去你们从前行为的，这是保罗对这个当时的教友讲，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当然形象两个字下面有两点，说明原文是没有的，不过是翻译圣经人能够体会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个加强了我们开始一点，所谓按照上帝形象以他的样式造我们，就在品德上最初也是与上帝相似的，和分享上帝的这一切，这个圣德，是吧？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学科里面就引用了怀斯姆一句话，教育的目标是要在人的身上恢复他创造主的形象。但是值得思考的，按照上帝形象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不要从物质的观念，不要从我们今天人的某些的高啊矮啊男啊女啊这些上去想，这样会想不通，而且会走入歧途。这是我的。那么我刚刚提出，这是按照圣经啊，因为这些都是有圣经的，因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永生安置在我们里面等等。还有意思的就是说，学科的作者更加提醒我们，所谓按照上帝形象造，就是说人跟上帝能够沟通来往，对不对？沟通来往，尽管世界上有很多生物，但真正人能够跟上帝沟通来往的，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圣经上只有人。因为圣经就讲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受造的，没有讲任何其他的生物，没有讲到猿猴，没有讲到什么海豚啊等等，没有，没有，就人。那么这个很有意思，我看过这个伊索寓言啊，这个是希腊的伊索寓言，就说上帝造好了万物以后啊，给每一种生物一种怎么样？哎，猫会喵喵喵叫，狗会哦哦哦叫，等等等等。好了，到最后
人来到他面前呢，上帝说，我所有其他的这个都给了其他的生物了，那么什么呢？他说把一切的一切都给人。所以人现在不认识口技啊，或者人的等等，什么都可以模仿，什么都可以学。哎，这是有点启发的，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上帝要叫人管理一切的生物的，对不对？这一点。第二呢，我就想到自由交响乐里面，自由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这是第一次的把人声加入在交响乐。以前交响乐都是怎么样，大提琴、小提琴啊、鼓啊、笛啊等等等等都很好，但是来到贝多芬制作这个欢乐交响乐，就是著名的第九交响乐的时候，他觉得什么都不能代替人的声音，所以他就把人声啊，这个我们现在都很熟的人声加入在这个交响乐当中，这首诗我们现在也唱的，对不对？他觉得只有人的声音可以超越一切其他的啊，丝弦乐器啊，任何的乐器，表达我们人对上帝的一种感恩。所以学科的作者说，按照上帝形象造，还特别指着我们跟上帝之间可以能够有沟通，可以来往。那么我就想到了，大家看这个，如果可能也带熟的了，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我先讲一个例子，就亚伯拉罕有一个明显的长处，他每到任何地方，他先是做一座坛，就是跟上帝来往交通，通俗讲我们就是说祷告，听上帝的回应。这里面就讲到什么呢？就二十二章就讲到有一次上帝要怎么样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但圣经里面就讲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事岂能够怎么样，岂能够对我的朋友亚伯拉罕隐瞒吗？我们不妨看一看好吗？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对不对？这是一个关系，一个非常亲密的人，不论是朋友、夫妻或等等，岂能瞒着对方呢？这是唯有上帝跟人。那么至于亚伯拉罕自己呢，对上帝认识，我们就看到后面啊，这个大家都熟的，就是亚伯拉罕要为怎么样，我想不单单是为罗德的一家，而且是为了更多的人祷告，因为他知道了上帝不瞒着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结果呢，但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呢又怎么样呢？我们看看这22、23节啊，两个人转身离开那里往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瞧面吗？如果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瞧面那个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下半说，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的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亚伯拉罕在上帝面，上帝不隐瞒他，跟他讲这个事实，而亚伯拉罕对上帝也是非常的坦诚，把他心里的想法，把他对上帝认识，他说，对吧？他说，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杀灭，把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你看他一路路祷告啊，如果有50个人怎么样，上帝都有50个我也不毁灭。后来他又捡到啊，这个啊，如果少了5个，就45个，45也不毁灭，40个、30个、20个，一直到最后，亚伯拉罕就说，求主不要动怒啊，我再说一次，你看看这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认识的程度以及这种亲切是多么样很重要。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今天最近要明白的一点，好吧？到了新月的时代呢，我们看一看这个
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怎么讲？十三节，耶稣这快要离开世界，对他的门徒讲的，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第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行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跟了我几年，我不会再称你们为仆人，这个在希腊文叫奴仆 doulos， 是个奴隶，因为当时一个奴隶社会。耶稣我称你们做朋友，朋友，而且是知心的朋友，凡是我从父听见我都告诉你，你们听真我的话，这就是我的朋友了。而耶稣基督这位朋友是为我们舍命的朋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耶稣已经到了极致了，所以我相信啊，我们在领会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单单从一种外形的物质的概念去思考这些，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奥秘啊，我们不完全懂，能够从圣经里面可以体会这些，包括这作者讲到很重要一点，就是跟上帝之间有个关系，能够沟通沟通。好了，请看六十三面啊，耶稣是为教师，耶稣是为教师。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还有一句很熟的，耶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是吧？本体的真相。那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不妨看一看，好吧？约翰福音已经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这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啊，再看这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我们知道第一世纪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讨论神学是很多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十三节，这里说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说，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耶稣为教师，因为这基督主要是讲教育，所以用这个，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不是一般的教师，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是唯一能够把上帝表明出来的，而且怎么样呢？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里面。那么作者还引用了怀斯曼一句话：教育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乃为一体，教育的工作和救赎的工作乃为一体。你可以想象哪一个章节吧，我就想到耶稣最后离开门徒之前的大使命，对不对？耶稣怎么讲？耶稣怎么讲？开始就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对不对？教导。所以你看救赎的工作跟这个教育的工作是有密切相关的，这里面就用到了一个教导的字。耶稣基督最后他的大使命里面就包括了这一点，对不对？这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最近因为有一位在微信里面通电话里面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他以前读到圣经里面常常翻译耶稣就是教训教训，因为这个教训两个字已经给人用坏了，哇，你要教训人啊，怎么啊？
他是现在新的一本译得很好，是用教导。哎，我也加以思考，我想主要是这教训两个字，训包括什么？不是像我们今天已经训这个训人，他是训诲，是帮助，一方面是教，一方面是训，一方面是教，一方面是引导，所以叫教导、教训都很好。那只要不把这个字体会错，或者是现在照人所用惯的字来用在耶稣身上，那就很好了，对不对？那么其实教育就是既要教，还要培育；教导既要教，还要引导；教训既要教，还要有训诲，对不对？非常好啊！中国的字实在是很好，我感觉到很有意思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啊？亚当一受造的时候，已经是成人了，对不对？不是从婴孩、少年、青年这来，但耶稣基督降生呢？你有没有想过，他是从伯利恒、马槽一次一次长大的，到12岁，然后一路路，为什么？大家想过呢？因为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人的全人的一个榜样，不论做儿童、少年、青年、成人的一个榜样，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好吧？而我们最熟的这圣经就怎么样呢？非但是按照年龄这样讲，而且耶稣什么？路加福音第二章52节就讲，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啊，这是最重要的，对耶稣基督童年、少年的一个总结。大家知道是吧？非但他的身体，非但他的智慧怎么样？还有上帝跟人喜爱他的心，就是一个关系，对不对？都一起增长，都要增长，增长的，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非但是榜样，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对不对？我们不要感觉到，哎呀，我年纪小，我识的字不多啊，我的体力差，我们要慢慢慢慢增长，对不对？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要不断的要增长。当然，耶稣是最好的，上帝跟人都喜爱他，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在灵、智、体、全都是一起增长的，都是一个完备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的学生，我们都是学生，要这样能够增长，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学科作者今天的存心界。啊，不是，这个经文里面就提到以赛亚书第11章1-9节，那这里面就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在他上帝所应许的，是吧？这个耶稣的根就是指耶稣基督，这是个预言，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提到6个了，但大家是不是？这6个就限制了，不，那约翰福音第3章34节，大家可以翻一翻，约翰3章34节就说，上帝赐圣灵给他，就给耶稣基督是没有限的。不，这里已经提了，是吧？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上帝都有啊，而且他最后用敬畏也很有意思，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这在箴言9章10节都会提，好几次就提到，已经提到两点了。耶稣基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智慧能够这样呢？因为圣灵，三一真神的圣灵在他身上充分的彰显，充分的彰显。那么我就想到具体的，有人说这个讲圣灵好像有点我摸不着，当然耶稣说这个圣灵，那 Paracletos 这就是招来者，就是在你旁边的，他一直跟你们同在，世界上人不认识他，但是你们认识他，耶稣基督就是圣灵在他的心中，三一真神一起为救赎我们而工作，而帮助我们。
那么具体的表现呢，我想应当提几点具体的表现，好不好？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好吧，可以翻到这圣经，好吧，马太二十二章读我不一定全部读了，但我会提到，对不对？首先怎么样，西律党人就是搞政治党派的，对不对？当时掌权的西律王的手下的，这样问他，啊，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是什么？这是政治的问题。耶稣如果说不纳，哇，你想造反，麻烦。如果纳，有些犹太人就很黯然想，哇，你是犹奸啊，你叫我们纳税给该撒。耶稣怎么样？耶稣说，你们拿个钱币来。啊，当时古代的钱币上有个像，他谁的像？哦，这是罗马皇帝该撒的像。耶稣就讲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人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人的心应当归给上帝。至于这些身外之物，物质的东西，那国家应当收取的，国家应当当得的，都要给。你看耶稣聪明吧，啊，耶稣没有陷入这个网络，否则话他不认纳跟不纳都是很危险，对不对？政治问题也是这样。紧接着你看这个二十二章下面是怎么样，撒都该人问了，这是另外一个社会家庭伦理的问题了。社会家庭伦理的问题，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法律，如果怎么样，一个人结婚了，这个男的死了，这个他的兄弟怎么样，让他娶这个寡妇。一个，那么撒都该人因为不相信复活，所以他们要想招拢耶稣，想让耶稣当众能够讲不出话，甚至大笑，让人家啊，他就说一个人有七个兄弟，按照这个法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都死了，那将来你们不说相信复活，将来复活的时候，他做哪一个的这个妻子呢？因为这七个人都娶过这个妻子。哎呀，撒都该人以为高明了，但是面对这种家庭、社会以及伦理的问题，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撒都该人哑口无言，败下阵来。跟撒都该人啊有矛盾的另外一个派系就是什么，法利赛人。好，你们退下，我来。他们就问耶稣，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这是不容易的。但耶稣就非但对圣经很熟，也就是说怎么样，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上帝，而且爱人如己，这就先知律法的种。这法利赛人觉得，哇，你没有读过正规的学校，你倒厉害，你把这个精华都讲出来了。法利赛人哑口无言。你看，对待政治上的问题，对待这个伦理道德社会家庭的问题，对待所谓信仰神学上的问题，耶稣的答复，你说聪明不聪明啊？智慧不智慧啊？谋略不谋略啊？太好了。好了，当这些人都一个个败下了，耶稣反问他们，你们怎么看大卫的子孙呢？啊，哦，大卫谁的子孙呢？一般人就是大卫不是耶西的儿子了等等。那么耶稣就说，大卫怎么又说我主对我说？哎呀，我们看看马太二十二章，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就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称他为主呢？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下面一句话，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耶稣智慧吧，耶稣这个教师给了我们今天多大的启发。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会遇到政治上的难题，有的时候会遇到家庭伦理社会道德的难题，有的时候会遇到神学信仰上的难题，但耶稣基督一一应付自如。那
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光辉的榜样，以至于圣经就讲到这些掌权者差出去要找耶稣把柄的，要他记录下来，要去告他的。后来回来说，哎呀，我们去听过了，没有一个人像他说话这样有权柄的，懂吗？这是在圣经里面有这个记载的，有这个记载的，所以很有意思的，对不对？耶稣说话正确，有权柄，而且智慧。求主今天也帮助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蛮复杂的一个环境当中，求主都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你看看，一个青年的官员也称耶稣说什么？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就老师的意思。而作为一个年纪很大的、德高望重的尼哥底母，跑来第一句是说拉比，夫子，没有过分吧？但是耶稣不单单要这个青年官或者包括尼哥底母单单认识他是个拉比啊，会来到世界上讲一些或者教训一些或者行些神迹，耶稣更加希望他们认识他是上帝，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也正因为是这样，他才能够来到世界上完成个救赎的工作，救赎工作。那么你说这个青年官或者尼哥底母是有社会地位有学问的，连着撒玛利亚的妇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连着撒玛利亚妇人在认识耶稣的过程当中都称他做夫子，是拉比。所以我们在认识耶稣的过程当中，最终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的救赎主。但在过程当中，我们应当看到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教师。千万不要今天，哎呀，有人有、这个到我最后会讲，对不对？不要在耶稣以外还去找出更多的所谓的教师，这个要谨记，这个要谨慎，好吧？好了，那么下面呢，就说我讲了很多了，对不对？因为这一段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跟主的生命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耶稣基督，我在前面已经讲了这个重要的三个方面了，对不对？有圣灵充满，而且有具体的这个表现，因为它的根本啊，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做我们全人的一个榜样的，对不对？要在灵智体群各方面要长进的，要长进啊，而且在渐渐的长进的。那么今天我们跟主的生命的关系怎么样呢？我想四个重点都可以讲，因为我在正道的系列讲过，如果我们作为矿物，我们就应该作为一个活石 living stone， 建筑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如果我们作为植物来讲，我们跟耶稣基督关系，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必须要跟他连在一起，先要离开旧树，嫁接在他里，然后才可以结果子，多结果子，结好果子。如果是动物呢，我们一定要认为我们只是羊，草场上的羊，他来要叫我们的生命，而且得更丰盛，因为他是大牧人，由他做我们的牧人，我们一无所缺。如果我们是作为动物当最高的人呢，他是头，我们是肢体，这一点你知道，对不对？如果人间关系最亲密的夫妻关系呢，应当成为一体。所以弟兄姐妹同学，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的时候很笨很无知，甚至讲错话做错事，是不是我们跟他的生命的联系不够或者太远呢？好吧，那么我自己最喜欢的，因为今天讲到教育和救赎，要恢复上帝的形象，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我们恢复上帝的形象就是这个整个什么整个教育的一个根本。我也讲过一个讲道，对不对？就是耶稣使得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一个，没有人敢经过那条路，因为非但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可怕的形象，而且他会伤害人。但耶稣带着门徒说，我去，我愿意去，我去要改变他，
哇，感谢主，赞美主。这故事我已经讲到讲过，这个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八章啊，几个福音都有记载，第八章26到39节就恢复上帝形象，耶稣基督把他身上的鬼赶出来，甚至几千个鬼一个群赶出来啊，然后他以前是什么？不穿衣服的，现在穿了衣服。以前是怎么样？以前是手里拿着石头石刀要砍人，伤害自己流血的，现在已经坐在耶稣的脚前。以前怎么样？真的是后面是坟茔，很可怕的，没有人来的。今天在他面前的是耶稣基督，恢复了上帝形象，对不对？我希望你我的身上都恢复上帝形象，再接着我们这卑微的人再去帮助其他人，也能够恢复上帝的形象。这就是救赎的根本，也就是教育的一个核心，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再次读完小学大学中学啊，哪怕博士博士后又算了什么呢？又算了什么呢？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对不对？这个太好了，也希望在此建立我们的价值观。上帝为了人能够恢复上帝形象，让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哪怕是有一个人能够怎么样，从魔鬼使上帝造人的形象变成像他鬼一样，耶稣基督要是我们的重新从像鬼一样的人要变成像上帝一样跟他相似的啊，跟从他的人。感谢主，这是救赎的根本，好吧？讲了男的不讲一个女的也不好，是吧？马大拉的玛利亚，耶稣基督从他心里赶出七个鬼，有一度他也曾经堕落过，但主耶稣基督改变了他啊，以致成为一个极其亲近主、极其爱主的。怀斯穆森说，将来离天国宝座最近的就是像马大拉这样的人，马大拉的玛利亚这样的人，好吧？好，下面的64到66页这讲到了教育。那么作为整个圣经的中心，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一个，但是今天耶稣已经在天上，不在我们的人间，不在地球上，但耶稣基督的活生生的榜样以及记载在圣经里面，上帝给了我们圣经。所以这下面几天都是讲到这个，第一讲到摩西和众先知，这是64面，就讲到什么呢？圣经就是最基本的教育，人要得蒙救赎，得到改造，要恢复上帝形象，上帝非但让耶稣来，而且给了我们圣经啊。那么学科的作者都已经提到了，旧约圣经在希伯来人就分作三个部分，第一个是 Torah 啊，就是摩西五经，有的翻译成律法。这个作者认为呢，翻律法这字还嫌不够，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含着教导跟指示，否则律法就是要遵从了，就是啊做这个不做那个，不，有教导有跟指示。而旧约第二部分就先知书啊，有这个前先知后先知，前面是讲历史，后面是讲到一些教训。在旧约的第三部分就是著作啊，著作包括但以理书啊，这个啊等等，也包括诗篇啊。这个学科作者特别指出，第一篇37篇、73篇，特别跟教育很有关系的。这著作里面包括了成功的人生和失败的人生啊，这个都很好。那么旧约是这样的概括，到了新约呢，我们不讲，是吧？四福音非常清楚，耶稣的言论、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榜样啊，我觉得这一点是批驳有些反对圣经人很有道理。有人说这个四福音是怎么样？耶稣是他的门徒而来造出来的。这个作者就说，如果能够造得出、想得出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话，这些人的思想境界也应该到达这个高度，对不对？否则你要造也造不出，想也想不出。不，
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这四福音，那么太多了，对不对？还有书信，还有启示录，启示录就讲到他，凡是读这书上预言，听见又遵守其中的，都是有福的，都是包括怎么样，都是教导我们要读，要听，要学啊，不断的学。那么四福音更加讲到，然后我一开始讲到马太二十八章最后，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教训他们啊，教育他们要遵守啊，遵守主的话，是吧？”那么六十五面呢，讲到智者、聪明人，对不对？啊，这里面就讲到学校、学习、教育都是有关的。哎，我觉得中国的知识量好啊，我跟大家分享。学校我们大家知道，旧约圣经里面讲到有先知学校，撒母耳曾经开办过先知学校。那么学习教育呢，我刚刚已经非但是教而且培育，学习呢非但学还要实习，习嘛啊，学校这个字我不敢讲我讲的对，学校的校也可以做教，对不对？有错误的要纠正，要纠正，正是我们今天的纯心之所讲的，对不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就是这几个含义都连在一起。那么学科的作者就提到所罗门，所罗门你如果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他真是一位什么，今天讲就是一个博学家，不单的是植物学家，不单动物学家，是吧？他是一个博学的人，真的是知识非常广博，他又写诗又写箴言等等。不过在提到这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们更加警惕啊，更加警惕。那么所罗门他固然是可以说是一个空前的一个有智慧的，甚至于你看来自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四巴女王，非洲也要来到啊这个中亚西亚的西部啊，要去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言语，不能说他不是一个智慧的人。但是我读到这里，我真讲到智慧人也可以成为一个非但愚笨的人，成为一个愚人，这故事大家不要讲，对不对？他后来越来越怎么样，偏离上帝，越来越走世俗的道路，越来以自己的小聪明要想保住自己的权势王位等等，越走越远，对不对？这个已经大家熟悉的很多了。我想提的警惕的就是说，我们如果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智者。甚至诗篇的作者说，我比我的师父还聪明，对不对？耶稣基督根本没有进过正规学校，那怎么样，十二岁他就能够在圣殿里跟教法师可以对话。那我刚刚举的例子，很多法利赛后来什么问题都不敢再问他，因为晓得你问他，他非但回答错，甚至使你哑口无言的。那么大家警惕的就说，如果有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如果耶稣去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哪怕没有读过中学大学，我们也可以成为世界上有智慧人生的，比你老师还聪明。但是如果我们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夸耀自己的学位，今天已经有人了啊，我是什么什么博士，我是什么什么，结果有的时候真的很可怜，也很可惜，也很可悲，也很可怜，成为一个愚笨的人，愚笨的人，对不对？非但要警惕。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早期教会的教育，犹太有很多长处的，第一个他们办很多学校，所以我们以前的教会呢都有学校的，对不对？我以前上海湖北教会下面就是小学，读完小学还可以再进，对不对？第二呢，犹太都要学个手艺，你不论君王或者一般平民都有个维生的手艺，也是体力的劳动，这都很好，都很好。早期教会我相信怎么样，开始已经逐渐走偏了，
否则的话，耶稣为什么不到拉比学校去读书呢？我们就要注意这点，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也是啊，把这个最好的从上帝来的这些东西都疏忽了，都远离了，甚至相背逆了，哪怕是我们教会学校培养不出什么人，对不对？要警惕，要警惕。好吧，好了，最后我自己的新的体会，我先讲讲圣经人物的榜样。我只举两个，第一是摩西。摩西有40年是在王宫里文武双全啊，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他最重要开始的还有母教，留在家里母亲对他的所有的教诲，对不对？一直到他怎么样被公主要带到王宫之另外是，所以家庭的母亲的教育真的是爱国爱教的教育，爱上帝的教育，打下了他基础。再加上世界上文武双全，他教育是很好，但是怎么样呢？圣经讲他一句评语，他为人谦和，胜过世界上众人。很多人读书读得多一点，骄傲啊，就好像了不得了，好像我有什么博士，有什么了不得。摩西不这样，为人谦和，胜过世界上的众人啊。好了，还有榜样，我们知道做一个教师，现在就说最好的教师不是怎么样教出一般学生，而是教出的学生当中有人也能够成为教师的，这才是好教师。摩西作为领袖，他培养接班人，对不对？那么这民数记11章我是非常喜欢的。摩西说我的责任太重，我管不了。上帝说好，你把70个长老都招来，我把降在你身上的灵也分一点给他们，让他们分担你的责任。今天在管理学叫 delegation， 要 delegate 啊，要分担，让人分担责任。好了，结果又怎么样？结果有两个青年人啊，结果开始有青年人说：“哎呀，你招了70个人，人家都出来了，就2个人不出来，留在帐篷里面，他们也受圣灵感动说话了。”这个人只反映事实，但第二个人呢，就是他的接班人约书亚。圣经讲约书亚来到耶稣，来到摩西面前说：“啊，他说怎么样？他说，请你吩咐啊，这两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好像是很尊重摩西作为长辈、作为领袖，其实他在指手画脚，要叫摩西照他所做的去做。但摩西就说：你为我的缘故眼红吗？嫉妒他们吗？”但愿我愿所有人都能够受圣灵感动而说话，不是单单我，伟大的领袖风度啊，我很感动这一点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这个民数记11章26到30节。那么至于新约呢，我只提一个保罗，保罗对提摩太的关系。保罗非常有教导，还有榜样。他教导什么呢？他非常非常的关心提摩太，一个年轻人。提摩太身体不大强，对不对？大家看提摩太前后书就知道，提摩太的心灵也不是很刚强，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胆怯，不要为我这个为主被囚的而感到羞愧啊！上帝给我的不是胆怯的心，而刚强、勇敢、谨守的心。”他关心他的身体，他说：“你胃口屡试不清，等等等等，关照他。你灵性呢，知识上呢，他说你一定要长进，使人家看出你的长进来。”你不要啊！你第一年工作也是这样，做了10年以后还是这样，那不好。要看出你的长进来。保罗对提摩太是非常非常的关心爱护，对群众关系，保罗也就是说，有些你要远避，有些人你要追求与那些祈祷的人一起亲近，一起追求。那保罗非常关怀提摩太，好教师。灵智体群都关怀到，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论做教师、做牧师、做什么的，都应当有这样，做家长都应当这样。他的榜样，最后在提摩太后书4章，他的遗嘱了，他写信吩咐，就这个提摩太，你来的时候把我的留在的外衣要带来，你不要以为天冷了、伤风了啊无所谓了，我快要寻到，不，
身体健康要注意。第二呢，书也要带来。尽管保罗是读破万卷书的人，书要带来，但最要紧是那疲倦圣经，他有榜样，这是他的遗嘱，给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留下的啊。我这里面简单的提一提，保罗还说，你们效法我，啊，如果我们只读到这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摩西、保罗一切的一切真正能够成功的一个榜样和动力啊。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好了，最后我再讲两三句。我们今天要提防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六到第七节，好为人师，有名无实。就耶稣对法利赛人讲：“你们喜欢人家称呼你们做拉比，又喜欢在教堂里做高位吗？好为人师，对人家指指点点，但结果你们自己怎么样？有名无实，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啊，这个在马太福音这个都有，对不对？对犹太人也是这样。罗马书第二章，保罗说：“你们犹太人不要以为我们是又有律法，又有先知，又有等等。”保罗说：“你们有律法，你们自己反而是犯法。今天也有些人知法犯法，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要警惕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就警惕这个，好吧？要防，但要长进。时间不够，大家可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保罗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要老是做一年教友也是这样，做十年教友也是这样，做一年教会工作也是这样，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一步一步的进步。耶稣基督也是一起增长，对吧？增长这是一个重要的点，长得不多或者长得不快，这是另外的事情，但必须要增长啊，必须要增长。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也讲到，有些人尽管一直学习，老是不明白，不行，这不好，对不对？好了，最后这段圣经我们就结束，好不好？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这上帝说的啊，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吧？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学习这些。这个保罗就说，我现在只知道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拯救，愿上帝帮助我。好的，我们下次再学习第九课是教会和教育。好的，愿主赐恩。